老公啊，楼下叫三缺一，你去打麻将吧，晚上你做一下饭可以吧？好，也是搞快一点嘛，不要让你的闺蜜等得太久了。没事的，哎呀，重量级的人不都是永远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吗？走了啊。咦，我是不是衣服穿反了吧？哇，哎，这么快就赢钱了？什么赢钱的呀，我都还没到嘞。你看我衣服穿反了，你也不提醒我一下。哎呀，刚才我都叫你了，你没听到？我幸好啊，在那个电梯里面不是有个镜子吗？我一看怎么衣服穿反了，不对劲哎，有点勒脖子。结果一看，果不然衣服穿反了。哎，还好我没到，不然媳妇儿，哎，怎么了？你这裤子什么时候买的？那么大个肚子都给你包起来的。我这裤子是前几天降温了，在那个大码女装店买的呀。这个是家宏家宏的魔术裤，特别遮我这个大肚子。你看，不是170了吗？这么大肚子全部能遮起来，而且啊，它有弹力，穿着还不累哦。主要是个版型好，家宏家宏的，还不嫌我腿粗。也挺不错的嘛，这样穿起来。那当然，不知道买它干什么，是不是？我走了。